哇，看到没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七星洞。你现在抬头看，可以看到有七颗像摇摇欲坠的小石头，然后在太阳大顶光的时候，就好像七颗星星在天上连成一线一样。我们现在就要从这几颗里面钻过去喽。哇，会不会有点怕？ 好怕他掉下来！众多岩洞中，通过一线天，那才是真正的考验。哇，走着，这里就到我们的一线天了。那俗话说得好，来到泰姆山，不过一线天，美景少半边，就考验你身材的时间到了。我记得我们俩都没问题吧？对，说这边。 最窄的地方只有20厘米，什么概念？就是一平矿泉水横过来的距离，估计待会儿进去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车厢大哥可能过不去。那我们先走啦，拜拜。这里真的很窄，你看20厘米，就是这么宽的距离，两根手指的。哦，小心，慢慢。这个估计身材太好的也快过不来。 刚刚好，你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样？卡住了。哦、<笑>看一下它，看一下。<笑>哇，走。哇，这个感觉要做俯卧撑嘞。对，这很像做俯卧撑的姿势。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真的要靠臂力了，起不来。哎，小心，慢慢走。哇，手软，真的会过不来。 小心有点火。哇！准备要考验你的平衡力喽。考验我们的协调能力。来。对啊，平衡木。哦。你能不服吗？那还是不要了吧。哦。还是可以的。是不是？